メガモン。イシハイ。メガモンスターメイス。モンスターメイス。モンスターメイス。即有六层楼高的迷宫。吓，你头先话有六层啊，一层都走唔得啦。你想唔想挑战下？如果系咁，我应该要准备定紧急食粮同埋饮品先至可以入去啦。我应该会入面一个星期。唔使担心咁多，我一定会揾职员入去救你出嚟噶。系咁话好咯。不过呢个迷宫嘅难度唔讲得少噶。冇错系。如果系迷宫荡失路嘅话，咁我可以点做啊？其实又唔怕喺入面荡失路嘅，因为入面有逃生门噶。真唔真啊？可以中途放弃噶。出到嚟之后会点噶？咁就会，你睇嗰个人啦，佢头先系逃生门出嚟噶，好样衰啊！唔好望啦，唔好影我啦，我做唔到啊！睇下佢，大部分人三十分钟就出到嚟噶啦。吓，原来世上有咁多死木仔噶？冇错啊，净系得我出唔到嚟。不过呢个迷宫系冇时间限制噶，你中意喺入面匿成日都冇问题。那须高原高达你啦！高达世界2016，哇！等等等等，劲喎，吃过天啊！你知唔知高达有冇吉？冇吉提？我梗系知啦。系咩？嗱，呢个叫 V 高达，阿宝揸嘅，用天念力射啲炮出嚟，好犀利嘅。冇嘢啊，行啊，带带你去睇下嗰边有先。嗱，呢个咧。金色啱啱先講俾你聽，我你有冇試過嚟咗？嗱，依個紅色咧，依個紅色嗰個名咧叫做咧，佢都唔知啊！頂，好，沙扎比，錯，沙扎比，直接揾咧蘇格斯倫頭嗰個 MSN 001，沙扎比，哇，哇勁啊，犀利啊，高達頭好大啊，係1:1噶。劲啊！你识唔识呢个头啊？战争嘅最后期啊，唔讲啦。冇错，呢个系你讲啊。战争嘅最后期咧，你讲，快啲讲。一年战争啊，最嬲尾嗰幕咧，咁样嗰幕啊，射炮嗰幕咧，咁跟住点啊？唔知啊。个射炮嗰幕跟住冇咗个头咧，揸住碌炮系咁射喎，结果佢赢定输啊？梗赢咗啦，结果系高达赢咗嘅，但系呢个系一个历史嘅画面嚟，咁我头就留咗喺度啦。呢个高达嘅头，全国日本就系得呢度先至有噶。不过咧，有一个好遗憾嘅消息啊。咩啊？呢度展期去到8月尾，到时所有嘢都结束。哦。呢度全部嘢都系期间限定噶。唉，高达驾驶舱啊！呢个咩嚟噶？呢个系独角兽高达嘅驾驶舱嚟噶。哦。呢个系最新嘅高达嚟。系咁啊？你知唔知噶？我唔系好知嘅，其实。咦，好似可以影相喎呢度。系随便啦、啊。我想问，你想影相嘅话，可以坐喺驾驶舱入边影相嘅。难得啊！我可以入去驾驶舱影相啊！你嚟到，梗系入去影相啦。随便啦，好，坐入去影相。准备啦喎。系。3、2、1。你睇下，影一次1000 yen之后就可以有个相架啦。如果我再加多300 yen，就可以有埋个 file。你睇下佢使用方法啊，可以 send 到我部手机噶喎。好正喎、啊。唔、啊、好意思啊，我想加埋呢样啊。哦，呢个高达上架真的好有型啊，好开心啊！真的好衬你啊！好似扬声信息俾我喎，个信息内容系乜嘢？扬声电邮俾我啊！吓，你又话电邮？得咗啦，真的得咗，好快啊！睇下，睇下，啱啱收到噶。哇，呢个真的完全高科技嚟喎！等等，吓，原来即日收到噶。其实咧应该要等一日嘅，不过今次情况好特别，因为要俾观众睇，所以今次可以咁快收到张相，咁大家要留意啦。哦，真系发梦咁啊！我哋成为地球联邦军啊！我同高达影相。睇真啲，部高达真系好衬你。变身 Go！ up 上 Facebook 先，而家即刻。做嘢啦，成日挂住望电话。Facebook 先啊！好啦，开心死你啦！畅游游乐场之后，去充满度假气氛嘅呢一间铺头休息下先。哇，好靓啊！哇，系欧洲风格啊！冇错啊，系英国风。系咩？呢度点解系英国风嘅？呢个系英式嘅花园嚟噶，我真冇印象。我哋之前嚟过嘅。我哋之前真系有嚟过咩？我仲记得上次我哋俾呢个咁靓嘅花园感动咗噶，连导演佢都话超级中意，所以我哋就再嚟咯。啊！导演想再次推介俾观众，所以我哋就嚟咗啦。所以我哋就再嚟，就系咁啦。英国风，冇错。点解何国荣张相喺度嘅？何国荣喺边啊？何国荣永远都存在。你讲咩存在啊？系披头四啊。P
披头四？全世界都会指住你嚟笑噶，披头四都唔识。咪贵，冇乜问题谂计。咪巴巴咪。你唱嘅系猫王啊？系咩？系啊。披头四系咩啊？行快啲啦，喂，啦喂，佢周身闪啊，一笪笪佢又有肥又邋遢。John Lennon 呢度都有啊。佢系 John Lennon？佢唔系 John Lennon， 仲会系边个啊？全个地球嘅人类一睇到就知呢个系 John Lennon 个样嚟啦。呢个系 John Lennon 嘅图案嚟噶。冇错，出名超出名啊！系啦，呢度系用披头四嚟做主题噶。上次我哋嚟嗰阵时，嗰边全部都系人，系超级人山人海，因为上次系周末嚟。